农历六月二四，是咱大溪埔祭堂关圣帝君圣诞。啊，今仔日天气真好，咱伫万世一百年的这个上好运气，有办吼继续保存落去。咱是第三年举办叫做大喜大喜的这个活动，会当吼做这个大溪传统的文化。当我们变成台湾的代表，我们是叫做文化庙会。谢谢咱这三名主委，祝你们所有的小朋友拍名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祝今天哦，这个上好的天气，顺境成功，谢谢。我们要来颁发我们全国民形象荣誉哦，啊，刚才是来主播哦，我们就啊，大家致敬。
因为嘛吼，咱上，咱做上重要的就是，啊，咱邀请三位唱歌，咱邀请三位三位唱歌吼，下尾甲咱讲因为跑，咱第一天跑呢，啊，咱邀请高雄市长，诶，阮陈先生啊，甲咱讲第一天唱跑，啊，咱请市长，啊，大家要站咧吼，要听过来较大声。第二场鸣炮，我们请主席长主任委员谢主委两点第二场炮。第三场炮，我们请大溪区长陈家聪点燃第三场炮。三副长主席，啊，三奖炮我们已经点完了，那我们要起驾哦。
Yeah.